古人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讲：死而不亡者寿。原来死亡并不是一个终结，被遗忘的才是。好幸运，哥哥在他这20多年的演艺生涯里面，他演过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，唱过很多动人心弦的歌曲，亦都留下了很多姣、靓、型、串的舞台表演，这些都成为了我们的集体回忆。更幸运的是，哥哥有一班一直以来都这么爱他、这么锡他、这么挂住他的好朋友、歌迷和影迷，是你们令到哥哥没有被遗忘。我在这里代表哥哥衷心地说一句多谢大家。今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我们就趁着今晚这个机会，大家一起回忆哥哥的过去，回忆他的真、善、美，延续对哥哥的爱和思念，继续宠爱张国荣。